第十九题，下列运动过程甲物体沿粗糙斜面上滑，乙单摆往复运动，丙物体自由落下，丁将弹簧一端固定，让弹簧在光滑桌面往复运动，戊美丽华的摩天轮的运转，若不计阻力，遵守力学能守恒定律者为何？力学能守恒的意思就是动能加位能要等于定值，我们应该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外力作用，只受重力作用的话，重力位能加动能会等于定值，所以甲沿粗糙斜面上滑是不对的，因为它会有摩擦力。而戊美丽华的摩天轮运转，除了摩天轮运转应该会有摩擦之外，通常我们的摩天轮运转是做等速率的圆周运动，速率是一样，所以动能大小不会变，可是它的高度会改变，所以位能会改变，因此它的力学能就没有守恒，但是其他的都是力学能守恒的。所以第十九题问说，遵守力学能守恒定律者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乙丙丁。